一直都是大哥带我，我一直跟屁虫。开心吧，然后也是，也非常不容易。在中秋跟国庆这个佳节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冠军也是给祖国一个最好的礼物。比较默契，很默契，因为我们也配了快两年了吧，因为一直都是大哥带我，我一直跟屁虫，因为他以前就是。以前就是冠军了，一直以来都是我带着他，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。我觉得过去是我跟着大队员，然后现在我要承担这个大队员的角色去带领新的队员，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考验。我觉得巴黎奥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希望没那么大，但是如果有机会当然不会去放弃。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走好吧，因为我的梦想其实还是巴黎奥运会。